借东风倾刻消光，雪正云淡也是虚妄，挽起弓箭为着射穿险方，对酒当歌醉饮星光，相看一刻那需多讲，让情意竭尽释放在那尽头地方，活着是生不辜负厚望，又或是死得光烈跌宕，勇寻着巨富凶悍，勇决欲成就绝地的曙光，患难时一起经历碰撞，在烽火中受仰望，泪流被遍地化妆，身在上尘土飞扬，相信曹操嘅追兵到。云长、子龙，在，即刻布阵，准备迎战。系，三弟，在，你跟我去会下佢哋。好，即刻，啊，即刻，即刻。许将军，刘备已经摆好阵势，要打就打，我唔怕佢。丞相命我哋召唤刘备，并冇叫我哋厮杀。如果刘备唔肯奉命，点算？咁都唔可以厮杀。我哋只有五百人马，但佢哋有五万。哎呀，咁你话点做啊？丞将军在此领兵，我过去向刘备传令。冇我嘅命令，千万唔好过嚟。好，文远将军何故到此？奉丞相命，请刘皇叔回朝，朝廷另有任用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何况如今袁术兵马已动，军情如火，我应速速赶往徐州截击佢哋，万万不可坐失容机。咁讲，刘皇叔唔肯回朝啦？唔会。请将军代我向丞相禀报，就话刘备唔会辜负丞相，更唔会辜负朝廷。张将军，我以为敌军来袭，所以预先布好咗阵势，
原来是张将军到来虚惊一场。你阻拦，我早就同佢哋厮杀起嚟。乜都唔好讲，坚持上先。张辽海柱到，丞相。禀丞相，刘备拒绝胡朝，佢话张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佢话佢急于前去徐州，去截击袁术。拖辞，刘备仲讲咗乜嘢？刘备仲话容机不可失，佢话佢绝对唔会辜负丞相，更唔会辜负朝廷。刘备个匹夫仲摆下阵势，活着本手厮杀。张辽阻拦，张辽做得啱。你退下啦。系。是丞相，刘备抗命不归，其心思已经超然可知，拖至将来会更加麻烦，不如立即派大军剿杀。程旭，丞相，我越嚟越觉得用刘备系用啱咗。第一，刘备此次出征必能截杀袁术，替我除一大害。第二，我料佢不敢反，因为我有驻金卢超二将徐征，嗰五万人马归佢哋掌控，不归刘备。第三，我历来用人都系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既然用咗，岂能后悔？如果刘备敢反，正好俾我一个取佢首级嘅机会。程旭，先生，你为何叹气啊？刘备抗命不归，我劝主公派大军征剿，主公非但不听，仲哈哈大笑，讲乜嘢？佢越谂越觉得用刘备用啱咗，你话荒唔荒唐？我睇主公唔荒唐，系你荒唐。我？你谂下。刘备已经领兵走咗，你再派大军去征剿，咁咪一误再误咩？我哋当前嘅大敌系袁绍，不能节外生枝，再树强敌。既然木已成舟，咁就俾刘备呢只舟顺道替我哋去截杀袁术，咁做我哋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袁绍。先生所言甚是啊，但系主公又系明明错咗，但又唔认错。话你知啊，其实主公心入边早就知道错，日后佢都会改错，但系佢永远唔会认错。何谓人主？咁就系知错改错，唔认错。
万万不能认错。主公，主公，末将已查明，袁术就藏于此座庙中，残兵不过百人。等我，就等我闯入去，我保证手到拿来。袁术都算是一方诸侯，如果擒回许昌，太过节辱佢。咁啦，我写一封手书，子龙送入庙中，面呈袁术，等佢自己斟酌。真明，大哥，你都是心善，唔记得袁术个匹夫当年点样欺负我哋，断我哋粮饷。快揾蜜水嚟，主公，而家有嘅系血水，冇蜜水啊！去揾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外面嚟一位将军啊！左将军刘备，有说请袁公老将军。公老将军袁，刘备奉命生擒将军介往许昌，但系被魏军着想，于心不忍。今日唯盼君自决，不辱威名，刘备拜上。你真是个忠厚之人啊。主公，袁术自尽。有几多英雄豪杰都被呢嚿石头害死。将将诸金叩报丞相，刘备令罪将将呢个全国玉玺带翻嚟献俾主公，但扣下咗50,000兵马，话系用嚟驻守徐州，以防袁绍大军来袭。徐州本来就系我噶，我噶。我自有车就将军把守，关刘备咩事？50,000兵马如何牺牲？嗰日张飞驰酒宴，将罪将等灌醉咗，到我醒翻嗰阵，已被绑在车上。刘备命我将呢个玉玺献俾丞相。我要玉玺何用？
水出嚟浸。丞相要命啊！丞相要命啊！丞相要命啊！曹仁，末将在。即刻为车就增兵30,000，命佢严防徐州，话佢知刘备胆敢嚟攻城，即刻擒杀，齐头来见。遵命。报。禀丞相，据败兵回报，徐州已经被刘备占据，首将车就亦被关羽斩杀，徐州各郡都已陷入刘备手中。冇可能，绝对冇可能。车就有80,000精兵驻防徐州，80,000，就算系80,000个馒头，刘备都要食半个月，点可能话失就失？丞相，此事确有可能。你话咩话？丞相，刘备奉命出师，佢手中有一枚你班嘅兵符，佢好可能用此兵符骗开徐州城门。车就将军见此兵符之后，仲以为刘备系丞相派嚟嘅。病咗几多日啊？三日，我嘅病都用得差唔多啦。我俾你嗰几部兵书，你可曾认真研修？夏儿正在研修，不可怠慢。兵法之道，变幻无常。既要熟读兵书，又不能被兵法所绑。嗰两日我要听你嘅心得。夏儿明白。夕夜，夏儿在。近日有冇作咗好嘅诗文啊？夏儿同溪康、孔融等宾客都有诗文唱和。好，好啊。嗰两日唔系，就今日下午攞嚟读俾我听下。好诗文胜过灵丹妙药啊！系遵命。吉平，吉平在。诶，据实讲，我病况如何啊？丞相。你患嘅头疾时日已久，平时无大碍，但系一旦动怒就会突发，还望丞相安心静养。唔系静养咗3日啦咩？差唔多啦。丞相，还需静养30日啊！
皇上若得知我取得徐州，定然会龙心大悦。不但徐州城重回到我哋嘅手上，仲增添咗90,000多兵马。子龙正在勤加操练，军容不足，群情振奋。好，子龙不但有悍将之勇，更有大将之才。话俾佢知，叫佢加紧操练，不出20日，曹操必定来犯。梅芳，主公，烦你去冀州觐见袁绍，将此信交俾佢。一者传达皇上密旨旨意，请佢快快发兵，勤王剿贼；二者话佢知，无论佢何日起兵，刘备都愿意听其号令，甘当麾下先锋。系，主公现已雄踞四州之地，粮草均饷大为富足，兵甲百万，战将千员。即使刘备不传皇上密旨，主公也应当举兵讨伐曹操，以求一统天下。在下再强调一句，主公举兵灭曹，并不是为了朝不保夕的天子，更不是为了扶汉，而是为了主公自己的君王大业。主公，主公刚刚战胜公孙瓒，三军尚未得到休整，而且人困马乏，加上近年来年年征战，令到所属各州焦土一片，地无庄稼，民不聊生。国图所言，粮草军饷大为富足，咁系一派胡言，喺簿册上嘅税赋。如果真系要将全部收入仓中，用于军旅，咁冇3-5年嘅日子系万万不可。臣建议主公休兵养民，等军力民力充沛后，再行举兵伐曹。禀主公，田丰所言真乃书生之见。目前主公兵锋正盛，三军斗志高昂，凭主公之神武，将士之昂扬，许昌指日可下，灭曹易如反掌。请主公即刻发兵，不可犹豫，更不可迁延时日啊！主公，国图所言只是匹夫之勇，古往今来凡能成就霸业者，并不是依靠他们的兵甲多寡，亦不是依靠攻城拔寨，而是依靠国力民力，依靠土地能够生长几多庄稼，他们身后有几多子民。归根到底，打仗拼的就是国力民力。主公坐拥冀、青、幽兵四大州，而曹操只有兖州四郡同淮南一部，整体实力不及主公一半。主公只需整军养民，富强自己，静观天下，3年后再取曹操，咁就真系如泰山压顶，势不可挡啊！主公，旅游在。你嚟得正好，国图主张我举兵伐曹，田丰主张我休养生息，你意下如何？回主公，刚才国图、田丰两位大人，他们的争论，在下听到了。在下认为，无论是战是和，我哋都唔可以单单只系睇自己嘅情况，仲要睇下敌人嘅情况。不但要知道敌人最怕乜嘢，亦要知道敌人最想乜嘢。正所谓兵家运，知彼知己，方能百战不殆。在下认为，曹操如今最想太平，且最怕交战。因为我家主公雄踞冀青幽兵四州，可谓地大物博，兵强马壮，是当今天下诸侯中独占峰巅。曹操呢，虽力不及主公，但是他正处于羽翼渐成之时。所谓羽翼渐成呢，就更需要维持相对的稳定，以求得发展。主公，
如果我哋都休养生息，表面睇嚟对我哋有利，实质系对曹操更加有利，因为曹操比主公更需要时日嚟发展壮大。主公啊，此时此刻正是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最大的时候，实属天赐良机，千载难逢啊！如果主公千言一久，我哋就唯有坐观曹操一日一日壮大起嚟，最后与主公并立于世。主公真系到咗嗰阵，咁胜负就难料啦。我心已定，立即发兵灭曹。我等敬奉主公号令。听令，着许攸、郭图为军师，颜良、文丑为大将，起马军150,000，步军150,000，晋军黎若。遵命。陈琳在。你是我哋呢度最有才华嘅才子，像你待我以一道讨贼核问，报告天下。在下遵命。好，明主图危以制变，忠臣虑难以立权，是以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，有非常之事，然后见非常之功。师兄曹操，其祖父曹腾，昔为攻为奸患，饕餮放纵，伤化药民。其父曹嵩，贪如豺，刁如蛇，毒如蝎，狠如狼。曹氏一门从早到孙，尽为罪阉为丑，腐臭勾当。大将军袁绍奉汉威灵，折冲骤雨，长击百万，箭骑千群，并周瑜太行。好文章，西域奔马，欺冠长虹，真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。你们都看看，这个陈琳堪称天下奇才，红是古今的大文豪。这一篇核文抵得上100,000大军。曹植，曹植，你为何就写不出此等好文章？啊，你府上那班人不是都号称饱学之士吗？我看到是走廊饭袋。还有你，好高骛远，没有真才实学。阿爹责备得啱，太儿惭愧。全令各级文武大堂议政。阿爹，阿爹，你的病还未好啊？陈琳的这篇核文就是灵丹妙药啊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。头风早就好了。袁绍地广民丰，大甲百万，文臣武将更是多不胜数，如许攸、郭图、田丰、庞纪等人都是智谋超群，颜良、文丑、张合、淳于琪亦都是当世名将，丞相不可与袁绍交战，只可以袁绍以和。丞相，先生所言真乃富余之见，照我睇，袁绍有十败，丞相有十胜。哦，愿闻其详。袁绍喜欢繁复礼仪，丞相喜欢自然天成，此为道性。袁绍喜逆动，丞相爱顺势，此为义性。袁绍以宽制，丞相以猛狗，此为智性。袁绍外宽内忌，任人为亲，丞相外简内明，任人为才，此为道性。
袁绍多谋小决，丞相多谋善断，此为谋胜。袁绍嗜好虚名，丞相以诚待事，此为德胜。袁绍忽近忽远，丞相远近皆察，此为人性。袁绍听信谗言，丞相动若观火，此为明性。袁绍是非混淆，丞相法度严谨，此为文性。袁绍好大喜功，不知兵法，丞相以小克众，用兵如神，此为武性。袁绍有此十败，丞相有此十胜，虽然战端未开，臣认为胜负已定。好啦，战和之争就到此为止，你等回营速速整军，五日之后我要亲自率200,000大军迎战袁绍。陛下，大喜啊！刘备已经收复徐州，特兵90,000，并且将陛下的密旨传咗俾袁绍，袁绍发出咗讨贼核问，报告天下，举300,000大军征讨曹贼。太好了，袁绍同刘备的义军何时嚟到许昌？咁系迟早的事。不过陛下千祈唔好太心急啊！臣有一计，与袁刘大军里应外合，一举定天下。外卿有何妙计？我有一个密友，名叫吉平，如今他这个宫廷太医，正为曹操治病。此人世受国恩，心怀报国大志。斩除国贼，何须袁刘千军万马？只需在下一举手，就可取曹操的性命。曹操身边甲士如云，外人根本无法接近。兄台为何如此自信呢？我又点会是外人啊？呢几日我几乎变成曹操的贴身侍卫，每次佢犯头风，都要叫我相府为其医治。只要我若冠来，下一剂毒药，曹操就会一命呜呼。哎呀，即使你成功毒死曹操，自己唔系都要被杀咩？不妥。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。臣世世代代饱受国恩，如今陛下有难，为臣者何惜此命啊！咁陛下得吉平兄相助，真系天降福荫，社稷大幸。只要曹操一死，许昌城就会群龙无首，所有文臣武将只能拥戴陛下。到时陛下定将吉平卿的灵位供奉于功臣国中，与高祖帝为伴，享受万世供奉。燕妹，燕妹，我嚟啦。我好心急啊！咪咁大声，唔好俾柱子听到啊！哎呀，嚟啦！
燕妹啊，我挂住你啊，哎呀，真系挂死我啦！燕妹啊，够男女作孽，捉住佢嚟，走！启禀主公，兄童同云英喺柴房行禽兽之时，俾奴才当场捉获，请主公发怒。伤风败俗，坏我家风，此等禽兽留来何用？所以佢哋天命处死。大招！老爷要命！走啊！走啊！丞相的头就发作了，丞相的头就发作了，快快去请太医急评，快快，你请急评，是，快去，快快跑，快！急评，药煎好未啊？就得了，就得丞相，汤药得了，请用药。太医啦，快啲摊一阵。系。吉平，你做了太医几耐？臣系初平二年进宫从医嘅，计起嚟有十三个年头啦。初平二年，当年我都做咗一件惊天动地嘅大事，你知唔知系咩事？臣唔知。当年嘅三月八日，嗰日。董卓都好似我咁瞓喺塔上，我呢身怀七星刀，慢慢咁向佢逼近，想要为国除凶，青史留名。估唔到董卓喺块镜度发现咗，害到我险些丧命。我更加估唔到嘅系，今日。我都被人看成是董卓。丞相，汤药冻了，药力会大减，请丞相用药。上古有例，君患疾饮药，神仙尝知；夫患疾饮药，子先尝知，你待我如君如父，就请你先尝下此药啦。咁，丞相，大胆，留下。讲，边个叫你落毒？边个系你嘅同党？系我要杀贼，何须他人指使？你一个小小嘅太医，岂敢落毒害我？讲出你嘅同党，我唔杀你。曹贼，
天下人人得而诛之，岂止吉庆？拖落去，严刑拷问，务必问出主使人系边个。系，国贼，国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丞相有请，居骑将军董承父偃，请回禀丞相，我家主公卧病在床。丞相事先吩咐，哇！如果董承清病，一定请佢抱病前来。快去，去！请将军稍候，我去禀告主公。两个月前，我仲喺度青梅煮酒，与刘备笑论天下英雄。如今情形不在，秋风浪叶，树木凋零啊！连嗰个刘备都反我。不过我认为无妨，秋风落叶亦可一尝。枯木寒窗，亦可助兴。你哋话系咪啊？丞相所言甚是。既然如此，咁就与我尽饮此杯。下官抱病，不能再饮，请丞相见谅。赢咗，正好我呢度有一副灵丹妙药。人嚟，是，带佢上嚟。是。